隔壁的那个空压机啊，昨天晚上就有了。我也是昨天空压机。昨天晚上晚上就来看一次，他们说处理好了。空压机啊。隔壁的就是那个行车的空压机啊。空压机什么？啊，一点是修理，然后修理一点无紧啊，啥我嘛唔知，但系昨天晚上就来处理过一次的啦。 他有塞车，无，他很多诶，你好是，还有塞车甲一个改装诶，改装。